人呢？人呢？又让他跑了，站长还等我们消息呢。站长是说的，无需汇报，就地格杀吗？亲自下的密令。戴老板本来还在犹豫，是站长坚持要杀他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上海站叛徒不断，戴老板早就不满了，站长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姓韩的身上，说他是内鬼，所有的叛徒都是他教唆的，所以必死不可。进来。先生，外面有人让我把这个给您。知道了。把门给我带上。带几个人去汾阳路北口，韩寿明在那儿，把他给我带回来，记住，别伤着他。汾阳路北口，对，就现在，干得利索点。抓活的啊！老大，开枪吗？你再一枪打死他，吓唬吓唬得了。哦，抓活的啊！韩守民，大家都挺忙的，你就别耽误我们时间了，好吧？自己束手就擒吧。冒出来了！韩先生，没事吧？你们什么人？李主任让我们来接你的。这个人老缠着你，是不是有些不胜其烦啊？啊，哪有，应该的嘛。林主任啊，你不要挑拨离间好不好？我哪有挑拨了？我这是关心我的部下。你，先生，啊，知道。这么晚了，还有人找你啊？有个朋友想买一台福特轿车，我不是车行有朋友吗？嗯，林主任就是忙哦。主任，
不早了，我也回去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韩组长，又见面了。把枪都收起来吧。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啊。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你的纸条我收到了，非常欢迎韩组长弃暗投明。你放心，我们之间的合作，我是不会公开的。所以你让姓王的来抓我，又派人假装军统来救我。是的，我这么做，正是为你着想。明天一早，王副处长还会把军统把你救走的消息带到76号，这样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还是军统的人，没人会想到你我之间的合作。合作谈不上，我只想假借你的手，让王天木也吃点苦头，让他也在76号走一走。林某非常愿意为你效劳，你只要把具体的时间地点告诉我就行了。后天下午2点，他会和陈迪荣在霞飞路的悦来客栈会面，2楼左边最里面的房间。好，你只管等好消息。韩主任，希望我们能有下一次的合作。我和你见面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那个姓王的也尝尝被人怀疑孤立的滋味，其他的事情我没兴趣。